卖啊，狗链哥，你卖空气了吗？耶哈喽兄弟们，今天鲫鱼馆开网络日上，有好多老铁比较好奇市场都有什么样的宠物狗款吗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什么品种都有，就看你们对不对眼缘。走，带您转一圈。看这家伙长得多好看，笑得多开心。这边是他小儿子啊，还有白柴，你看还有黑柴，看到没有？这几个小玩意儿是柴家的，皮特别的倔，嘿，别咬烂了，别咬烂。还有这个金毛啊，你看他家皮多倔，把金毛给欺负的，躺在那都不动。我少一个呀，上个季来还三个呢，这个季剩他俩啊，这几个小玩意儿孤单了。这家伙居然靠丑混进了宠物圈，他丑八个啊，丑萌丑萌的。走走，嘿，快来看看这边一个小姐姐抱了一个娃娃脸的小泰迪啊。这小家伙马上都快反射了啊！看到没，脸型特别的好看。反过了，你看。啊，对。你看，颜色已经反过了啊，毛量非常的棒。那这能多少钱？5000。5000。公链母链？母的。一面打几针嘞？两针了。两针一面了。去除病去过了。哦。脸子非常好看啊，但是价格有点也不低。拆家小王子，这小家伙傻笑啊，二哈，二傻子，嘿。这家伙一门脑门子的坏心思啊，到家反正是各种的拆，山火从蓝眼的哈士奇。哎，就在就在，干嘛呢你？这么热的天又喂起来了，枪杀呢也不害怕死。这是一窝小黑熊啊，还有小泰迪，黑色的。哎呀，看没有，正在现场搞价啊！你还要我的话，全部都是这样，现场搞价，现场交易，现场做检测啊。血统小金毛，这个小家伙的头板真漂亮啊，3个月了，一秒齐全。像这种狗的话最适合新时候养啊，拿回家饲养没有任何的风险。这个公的这个母的狗的话，公的都会比母的骨架稍微大一点，头边会好看一点啊。当下最流行的颜色浅金色，哎，这才叫真正的茶杯里小博美，看到没有，多小的小玩意儿，还没老鼠大呢耶。嘟嘟，那个才叫小体的啊。现在多大了呀？40天都能小吗？这小家伙太可爱了啊，那小的小家伙，看到没有，我们一个手都大呢。这边有一窝小短腿小柯基呀，还有几个小博美，有一窝炸杂贝啊，还有这个小泰迪，这小玩意儿开的也不错啊，看到没有，大围脖。咱们等一下给老爹挑一个啊，这家伙长得挺甜，没有杂色啊。先整一个柯基，这家伙开脸非常正啊，大围脖非常漂亮，帮山东老爹挑的啊。看这家伙吃的怪亏，得卡到腿了，出不去了的，哎，出去出去。这家伙曾经的万元户啊，如今轮到的狗日都没人用。这小家伙头玩可以啊，你这家伙你别看小，还往上骑呢，你下来下来，嗯，下来，小恶霸啊，这几个品相太一般了啊。卖狗，卖啊，狗链哥，你卖空气了吗？耶，你装在里边了吗？啥狗啊，这是？切，还吉娃娃，这家伙你再给他闷着了狗。这实际上最小的狗啊，这家伙谁看了谁不迷糊。太小了，这小玩意儿啊，这多大了呀？两老爷，胸闷上闷爷，这家伙一天到晚光知道撒娇，看那小家伙多漂亮，嘿，号称学叫山傻啊，这小毛亮真漂亮，嘿，好狗好狗好狗，看那个小玩意儿，这家伙在跟蜜蜂打架呢，你能干过他呀？这家伙看到一个蜜蜂啊，小马犬，红色的啊，看那小家伙长得非常的漂亮啊，非常的标致，嘿。下季了，再帮俺阳的老铁挑了一个奶黄色拉布拉多，看那小头板非常漂亮啊，非常的温顺，估计有10来斤了。这边大爷带了一窝小猫啊，可怜的毛孩子，这么热的天，在这等待去新家，等待找新的主人啊。多少钱一窝？啊？多少钱一窝？5个毛400块钱。5个毛400，和多少钱一个？一个和80。啊，折耳啊，有2个折耳，不、哦、太小了，幼儿。